好好，首先真的我们两个都很开心可以来参加 Royal Electrics 的新品发表会。Royal 对我来说是一个学生时代的回忆，在当初没有鞋带的设计，然后几乎每个人是人脚一双，可以用盛况空前来形容。那这一次看到他用一个经典的原型，那加入了全新的设计，我觉得应该要让更多人知道 Royal 回来了。一样的问题吗？我觉得，因为它是无鞋带的，那现在很多品牌其实都没有到这个设计。我觉得其实很方便，而且很多人会觉得没有鞋带，那有可能会很松或者什么的，但其实它不会，它就真的很合脚，很舒服。对，念书时的回忆，对。我想大家在不止学生时代，到现在其实还是会，男生不外乎就是车子、手表，再来就是鞋子了。那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欢鞋子，然后家里也蛮多双的收藏。那但是我自己对于鞋子的最基本需要，当然就是一，外形好看；二，好穿。那 Royal，我相信它，这次不只是外形上面的更新，它的鞋子的大底也非常非常好穿。你仿佛你就会有一种错觉，感觉自己在穿着一个机能很好的运动鞋般的感觉。对。其实我不大会搭配衣服，所以没关 Royal 的系，我鞋也子，是。所以 Royal 的鞋子就是真的非常的百搭，就是什么对，衣服、什么类真的。型它都可以配得很好，就是正装啊，或是休闲的那种衣服。然后它也就是有运动鞋，所以就健身啊，或者什么重训啊，都可以穿，很方便。对。这里也是很谢谢大家的照顾。那最近就是手上好几个代言，然后持续都在进行着，然后也陆续的有蛮多的剧本啊，让自己来评估。我希望可以很快有新的作品跟大家见面。